他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啊？嗯，高级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带安博来见我，他身边有这么一个疼他的男人。 我这个做妈咪的就可以放心了。高总过奖了，安博这些年一直都很让人放心。只是，我可能是第一个让他爹地紧张的人。反而高总您却对我如此抬爱，我哪受得起啊？安博，你爹地就是这样的，固执己见，根本不了解年轻人的想法。妈咪跟他不一样，妈咪支持你自由恋爱。真的吗？ 你真的支持我跟子睿在一起吗？我相信你的眼光，你喜欢的，肯定就是最好的。而且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我当然在意你的幸福了。只有女人了解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。那你这些年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？那是因为，你爹地拒我于门外。 当然了，他不会告诉你，每一年你的生日，我为你精心挑选的礼物，他都会如数退回。他也不会告诉你，每一次我想听听你的声音，打过去的国际长途，他都会二话不说的把它掐断。你应该没有收到我以前寄给你的相片吧？ 我早就猜到了，要不然，在 EMBA 上课那天，你怎么会没有把我认出来呢？那天，妈咪看到了你一个陌生的眼神，心里面真的是觉得好痛。但是我看到我的小公主长得亭亭玉立的，我真的觉得好开心。小公主。 还找到了王子守护着，我是既欣慰又觉得很遗憾。爹地为什么这么恨你啊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他不是恨我，他是害怕我，他怕我有一天会告诉你真相，所以，他一定要赶我走，千方百计的不让我接近你。 什么真相啊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安博，你只要记住，爹地和妈咪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。你的出生是为了挽救一段婚姻，是因为爱。你在外面听到的事情，不一定是真的。那你能告诉我？ 那天你们谈到的1000万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跟他夫妻一场，不想说什么。妈咪，我想知道那1000万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请你告诉我。安博，我想你应该比谁都更了解你爸爸。他这个人总是认为。 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他伤害到你越深，他补偿的钱就会越多。那个时候，我刚刚怀上了你，我没有想到他在外面有了另外一个女人。他叫我把孩子打掉，我坚决反对，我总以为只要孩子出生了。 所有的事情都会有转机，可能是他无法再面对我吧，可能他见到我就会想起自己的错误。一出生之后，他就冷落我，我觉得好痛苦，我觉得整个人都要崩溃了。
觉得我自己好像得了忧郁症一样，这种精神折磨我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那个时候你好小，长得又漂亮又可爱，妈咪看着你，我笑你也笑，我哭了你也哭，就好像你能感受到妈咪的痛苦一样。一对夫妻感情破裂了还绑在一起，这是无声的折磨。你代替提出那1000万，要么我带着你永远离开这个家，要么我就放弃你，永远都不能再回来。我在想，我一个女人又没有钱，精神状态又不好，我怎么去栽培你？我怎么可以给你幸福呢？如果上天注定了我的女儿一定要有一个缺憾的家，那妈咪帮她选就要一个没有妈咪的家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妈咪真的很舍不得你，妈咪真的很不想离开你，真的。可是爹地他也很爱我，傻瓜。你爹地他当然爱你了，你爹地不爱的那个人是我。那为什么吴董这么多年来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呢？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年来他外面没有一个女人呢？老板，高启约了 Amber 跟康子睿去外滩午饭，我不是会员进不去，但离开的时候我看到高启跟小姐十指紧扣，挺亲热的。马真不只是你的跳舞老师而已，在嫁给我之前你跟他就是一对恋人。你嫁给我是不是把他当做一桩生意？在这个年代有多少个女人嫁的是自己的最爱，我嫁给你是抓住个机会到国外。那你为什么怀上孩子？我要你把他打掉跟我离婚，你又不答应。因为我不快乐，我也不让你快乐，我就是不想成全你跟那个咖啡厅的华梦君。而且我有了，如果生了一个男的或者可以分多一点钱，没想到是个女儿。高启，我不允许在我女儿面前胡说八道，你给我滚，你给我离开这个家，滚。我会去告你通奸。高启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把安博带走。不许，你给我放下。你看到了吗，他是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，他跟我在一起，他多亲我，如果我不在的话，他肯定整天都会哭死。可你呢，我随时可以找个人来代替，我甚至可以告诉他马真才是他的爸爸。我在医院验过， Amber 是我的亲骨肉，我永远都是他亲生父亲，你休想。那你就把亲情买回来吧，只要你给得了钱，我离婚永远放手。高启，反正已经撕破脸，我还装什么呢？就开门见山谈价钱吧。
我要你为你刚才打我的一巴掌付出代价。好，我给你钱，你要多少？1000万。不可能，我哪里来的那么多钱？生意上的流动资金有啊。那不是我的钱，我要动的是犯法的。动动脑子，做生意的脑筋都不好使。也是的，这个婴儿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？他真的那么金贵吗？安博，妈咪带你还有马珍叔叔一起出国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嗯。高琪，你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。你可以伤害我，但是我不允许你伤害我的女儿。钱我给你，但是等到钱到位之后，你就永远和这个家和我女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吴总，出手真大方。只要钱到我账户，你我重获自由。我离开，永远都不会再回来。吴叔叔，这就是我们的画房餐厅，墙上都是我们平时日常的生活照片。嗯。哎，丁一哥。嗯。安贝尔爸爸真够气派啊，一个人包了全场。要是安贝尔以后天天跟他爸爸吵架，那我们店不就火了？你这小坏心眼，好好配你的菜啊，别给微微丢脸啊。这幅画是佳佳送给我们的，安贝尔常说这只猫代表他，这个呢是丁一哥，这只代表我，这幅画象征着我们八个人一条心，友谊长存。不错，你们几个年轻人真的很有创意啊，谢谢你们，平常给安贝尔带来这么多的欢笑。吴叔叔，我去后厨给您准备晚餐，让我哥再陪你看一会儿。好，吴董随便看。好，吴董请坐。坐。今天的菜都是我做的，不好吃的话别见外啊。不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这都是 Amber 喜欢吃的。你们这几个年轻人真不简单，真没想到吴董会约我们来这里见面。我是不想太拘谨，而且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让 Amber 快乐的小天地啊。你们这几个年轻人哪真不简单。你们应该知道今天我约你们的目的吧？是因为 Amber 妈咪的事吗？我知道今天你们一起吃过饭，高琪还带她去购物。人与人之间要想了解对方，难免少不了时间。况且，高琪是 Amber 的妈咪， Amber 从小就没见过她，难免会有些好奇心。子睿，我暂且不管你跟 Amber 的未来会怎么样，但是最起码现在你是她最信任的人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照顾她、对待她、保护她，千万别让她受到任何一点伤害。好吗？吴董，你放心，我明白。微微啊，哎 ，Amber 有很多的朋友，是真是假 ，Uncle 看得非常清楚。而你是对 Amber 最真心的，我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帮助她。毕竟 Amber 没有你经历的多，也没有你成熟。嗯，我明白。你们俩兄妹。从小就没有父母，肯定能够更了解 Amber 失去母爱的痛苦。很遗憾的是，我给了 Amber 一个生命，但是却没办法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庭。吴叔叔， Amber 虽然没有得到母爱，但是有你在她身边，她得到了双倍的父爱。高琪是 Amber 从小就所期盼的，我做再多的努力也没办法弥补。我打个比方，你很期盼一个男人对你的爱，将来有一天有另外一个男人给了你10倍的爱，都没有办法弥补这个缺口，对吗？
吴董，您希望这是个怎样的结果？高琪是绝对不会做无利可图的事情，在他的心中，没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。我怕 Amber 对他动了真感情，再一次受到他的伤害。吴董，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只是。 高琪跟 Amber 讲过你们当年离婚的事情，他说是你用钱逼他放弃 Amber 的。每个人在讲自己故事的时候，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出发的，所以自然是自己对，别人错。 只要 Amber 相信的是哪个版本，哪个版本就是故事的真相。只要高琪不再伤害 Amber， 那我跟他当年那些恩恩怨怨，到底是谁对谁错，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了。吴董，来。吴叔叔，我大胆问一句啊，你现在对 Amber 的妈妈还有感情吗？如果有可能的话。 你会不会和他复合呀？这我真的不知道了。哎，太好了，我妈终于不再软禁我了，朕终于可以出来看一看、走一走。我妈把他放出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去哪儿都得跟我汇报。妈，今天吴叔叔包场，请康子睿和薇薇吃饭。 孟姐，你好。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，是叫你韩太太，还是华太太？我这两个儿子的爸爸，现在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就叫我孟姐吧。你好，吴董您坐。嗯，好。孟姐坐。吴董。 上次我喝多了得罪你，真的太不好意思了。没事，过去的事情别提了，忘了最好。我还有点事儿，这10,000块钱是今天晚上的饭钱，谢谢你们啊。哎，吴叔叔，不用这么多。不，这是给你们年轻人的一点鼓励。那谢谢您的光临了。哎，好，再见啊。吴董送您吧。不用，再见啊。慢走，吴董。 20分钟，没想到你已经到了。你没有迟到，是我早到了1个小时。你好，您的酒。我知道，你今天晚上约我出来是来谈生意的，我怕自己会冲动讲错话。 所以，早一点过来，平静一下。没想到，就喝多了。你不介意吧？你一直酒量就比我好，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今天少喝一点。谢谢你啊，还那么关心我。我是怕你喝多了，待会儿头昏，没听清楚我开的条件。 醉过方知酒浓，爱过方知情重。这点酒，算不了什么。那就好，来，请开个价吧。雨婷，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吗？今天早上，我见过 Amber。 还跟他去 shopping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好嫉妒你啊！每一次我们看到好看的男装，他都会说
如果我爹地穿上它，肯定会很好看的。我才发现，在女儿的心目中，你是那么的根深蒂固。我还凭什么跟你谈条件呢？这个女儿，我抢不走的。不，你没拿钱，这个关系就断不了。你想出嫁，要我立马离开上海。也有人想出嫁，让我留在上海。你是想拿我跟殷有京比较吗？对不起，我没兴趣跟他争。他跟你差得太远了，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的。好了，谈正事儿啊。你说，你到底要多少钱？你骗得了别人，你骗不了我，你也骗不了你自己。在你心目中，你一直都没有把我放下，还留着个机会让我回来，是吗？高琪，你未免太过自信了吧？那你为什么不给安博再找个妈呢？那是因为我不希望别的女人伤害到她。这辈子我不会再信任任何女人了。就为了我一个人，你放弃了所有的女人，那我也该觉得很荣幸了。我因为被一个女人骗过一次，我不会再让这个女人骗我第二次。请你开个价钱，就跟当年一样，只要你愿意离开上海，多少钱我都愿意给。我回到上海，不是为了离开，更不是为了钱。这些年来，我一个人在外面漂泊，总是很不经意的就会想起你，想起了我们的以前。每一次我想到你跟安博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会觉得好痛，真的好痛。我对你，对安博，还有对这个家很内疚。这种内疚的感觉，是无论赚多少钱，爬得有多高，也弥补不了的。你能明白吗？好了，你别在我面前演戏了。你到底要多少钱？你以为我接近应有尽，是因为他的钱吗？不是这样的，那是因为我真的好想好想留在这里再见到你。我知道我以前骗过你，你一定会很恨我，所以我就接近应有尽，帮我担保理财项目。我真的好想你原谅我，因为这里有我最爱的女儿，还有我最放不下的男人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这笔生意我们改天再谈吧。回去休息，走吧。如果要靠其他男人，我才可以留在上海，而令我爱的男人和我的女儿蒙羞，
我真的想马上就去死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伤害你们最深的人。跟上应总的车，开车。你今天真漂亮。我们今天要见的那个银行家，他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吗？我已经替你把功课做好了。我把你的身份、背景以及投资产品给他说，他非常感兴趣。拿下他的机会有多少？全世界没有人能拒绝你。其实，被人家拒绝，我不担心。有些滋味比拒绝还要难受。怎么了，亲爱的？那是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你就别问了。有些事情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，我不想增加你的负担。不，亲爱的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请你告诉我。我不是不想告诉你，只是……哦，我明白了，只是你对我还不够信任，说明我对你还不够好。不。我觉得你对我已经很好了，你越是对我好，我越是觉得我内疚。我老觉得我就是亏欠了你，你明白吗？别，你别掉泪，君你也别这样，我真的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柳金，你真是个好人，可是有些人跟你不一样，他老是逼我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吴雨婷，他还用女儿来逼我就范，他还威胁我，如果我选择的是你而不是他的话，他就会伤害安博。一个是你，一个是安博，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选了。这种做法简直是卑鄙下流。你放心，有我呢，我来对付他。别难过。可是，他为了控制我，还一天24小时的跟踪我。比如，现在。现在。岂有此理！停车。咱们俩可是朋友啊！你看你做的事情，是朋友做的事情吗？跟踪我们，不是？您可是一代大亨啊！这事儿传出去是要被别人笑话的啊！高奇，你非要看到我们为了你争风吃醋，你才开心？我只是一个从国外回来，什么关系都没有的女人，我当然希望多些有势力的人对我好，我谁都不想伤害。老鹰，咱们的关系这么好，在这大呼小叫的，不是让别人看笑话。老吴，以前关系是真好，现在没了。你说你们都已经离婚了，你要干什么？拆散我们俩？我们刚刚开始好。不是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打算跟高奇重新开始。什么意思？
啊？好，那我们俩刚好起来，要不然这样子吧，咱们是男人，咱们单挑行吗？第一，别伤害他；第二，谁也别使阴招。我敢，你敢吗？上车吧，我送你回酒店 check out。不行，咱们说好去银行会客户，得赶时间呢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，我知道，我不难为你，但是我只让别人知道我有多爱你，我是真的。但我不给你压力，好吗？你自己选择吧。抱歉，我现在下不了决定。哎，你等我会儿。你先回去，改天我再帮你约，好吗？不用了，你开车，我跟着你。好，走吧，师傅。这是我们两个人一起住的房子，我一个人去看有用吗？你不是说过陪我一起来的吗？你妹又不跟我们住在一起，她的意见有用吗？你乖了，你先把房子看好，等我有空的时候我们再一起买家具好不好？那好吧，等你有时间一起来看吧。听话了，你不是一直都想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家吗？你定吧，好不好？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，乖。好吧，嗯，拜拜。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来找你，你就别来找我吗？你天天跟着我，你不用工作吗？老板叫我来等你下课的，他特地吩咐先把其他工作放一放，专要听候大小姐差遣，然后再看一下要不要替你回家拿些有用的东西和衣服。我需要拿什么东西还用你去取吗？别想踏进我房间半步。如果我需要什么，我会让欧阳俏去取。是小俏告诉你康子睿在埃菲尔找到我的吧？是的。就知道你是为了这个才跟他拍拖，戴迪就爱找人跟踪我。他不是跟踪你，他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得不习惯。你回去告诉他吧，我从来不缺人疼爱，这些天我只是给自己放个假。我不是不回去，只要他在我就不回去，他如果不在我考虑看看。你联系一下微微，问他是不是在来的路上。柯安姐你好，我是 Victor， Amber 问你是不是在来的路上了。你怎么有微微微信啊？还有应东、万家你也加了，韩定一、华又新，我天，连华梦之你也敢加啊？你也太有心机了吧！我零零七啊你。我只是担心找不到你的时候，我可以联系他们。康安姐说，她现在在店中忙着入货，一会儿去看老地方找你，所以说。我们现在是坐我车还是开自己跑车？自己开车怎么玩游戏啊？你觉得这里的房子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这里的房子规划挺不错的，绿化也好吧。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讲，你觉得这里的房子有没有家的感觉？如果你每天工作结束以后，会不会特别想迫不及待回到家里啊？我觉得这个房子算了。看得出你很喜欢这个房子，你喜欢的就是我想要的。你真的打算和康子睿这样下去吗？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处理你们的关系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
我什么时候事事都得向你汇报了？你现在不想，你总有一天要想这个问题的。你根本就不是来陪我看房子，对不对？好心情都被你破坏了。还有三套房子要看呢。不看了，都是我爹地找的房子。可是你在其他地方找房子的话，那些人还是会给老板面子的。那我用你的名字来买不就行了吗？我不想沾他的光。说什么呢？谁沾谁的光？当然是沾你的光了。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怎么认识你哥？那我不是要叫你一声未来的大嫂？好奇怪呀、啊。未来小姑，我跟你说，这里房子真的特别漂亮，你哥可以对着这里的美景构思他的电影，我呢就在厨房里给他做美味的小吃。哎，你今天有点不疼啊？有吗？别说我了，说说你吧，你真打算住这儿啊？你爸知不知道？有这个地下党在，我如果掉一根汗毛，或者是有一片树叶落在我的头上，我爹爹都会第一时间知道的。你呀、啊，也不能怪他。就算没有他的话，你爸还是会用别的方式去关心你的。多幸福啊！爸爸妈妈一起整你，我们局外人看着都眼红，你还不知足。我爹爹是不是收买你了？用收买吗？你爸是个多优秀的爸爸，我们都看在眼里了。你这么喜欢我爸的话，你干脆做他干女儿好了。那我不就做不成你未来的小姑了吗？哦，对了，那怎么办？算了，别为这个烦恼了，咱们再慢慢商议好了。把包给我。你还要坐我车走吗？不坐了，我坐微摩托就好了。Amber交给我了。别跟着我。像一对小夫妻经营的餐厅了，是吗？你们别胡说啊！哎，你脸红什么呀？啊，第一个，你看微微脸红了。难道你们俩之间的暧昧关系有升温呢？我不在这几天，有变动啊？